及世界娛樂新聞進程報導。地產金句提供加拿大地產。我是 Kella 黃明明，在我旁邊的是喬宏太太小金子，依條是羅羅羅美玩美遊領主之旅。今日是加拿大 WOW TV 的 U WOW 投影時間2016。你曾經叫我做三個節目，一個名流城市，一個就唔知乜乜乜，一個第三個就係哈魯爾歸人。嗰時咧，石少榮咧係做監製，咁樣佢咧開咗呢個。開咗呢、這個Hello 夜歸人之後咧，就大受人批評喎，就因為咧裏面咧係好多係below the level 嘅一個節目嚟嘅。係咧，邊個做監製嘅話？嗰時唔係我做監製，咁你係石少榮做監製。咁跟住咧，因為咧嗰時陸君子要走啦，周梁淑怡啊，成班陸君子啊要走陸國之嘛咁，於是咧我。就頂替咗佢哋咧，石少榮咧做監製，但我覺得就話咧，呢、這個節目係唔應該咁樣。於是咧就話，我將嗰個 level 係提升咗一層咧。於是咧 TVA 我哋收唔到咩投訴嘅信啦、信件啦，冇 no complaint until 街市，唉，即係好似呢、這個一、這個亞洲電視最近咁樣，係又要接埋啦嘅時候咧，咁嗰班友仔咧就去咗麗的電視。麗的電視嘅時候咧，就開咗個《哈魯夜歸人》，係唔係我製作嘅？係我做監製。於是佢開咗一個禮拜，嗰、那個禮拜咧就包括咧林鏡方同鐘小輝嗰啲寫稿嘅人之類嚇，係唔會出街嘅咩？亂棍搏死啊！啊，即係嗰啲咁嘅色情嘅嘢。於是咧就釘咗，俾電視委員會咧就 ban 咗個節目。哈魯夜歸人其實哈魯夜歸人咧一個好好嘅節目，因為佢搞到和曬但係佢哋咧突然間咧就話將個矛頭咧就轉咗，唔係叫哈魯夜歸人，係叫做貓頭鷹時間，所以咧就成為一個好好嘅雜誌式形式嘅節目。咁嗰時咧，我哋咧就話去世界各地拍啊，做啲特輯啊，亦都話我哋掀起咗日本嘅熱潮，你知道梅艷芳啊？這個張國榮啊，羅文啊，羅文佢哋唱咩歌啊？佢哋唱曬《西城秀樹》啊、《澤田蓮兒》啊、《翁善耀》啲歌嘅時候咧，係我哋呢個貓頭鷹時間咧，你安排周耀宇我哋咧，就話掀起一個日本嘅歌嘅熱潮。於是咧，梅艷芳佢哋咧就係、跟住一個《澤田蓮兒》啊、《西城秀樹》啊、張國榮啊、H2O 即係咪嗰啲咧，都係嗰個年代嘅。所以我就話。呢、這、一個節目咧做咗成幾年啦，咁啊引招我嚟加拿大嘅時候咁佢先轉嘅節目嘅，所以咧你而家今時今日1980年代嘅節目嚟到呢個2016年，都成20多年係咪啊？咁我哋要即係、就是、為我哋呢個貓頭鷹時間復活，俾啲掌聲啦嘛！陳老師啊，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喎、有第一代嘅貓頭鷹時間主持人喺現場喎、俾我哋請到嚟喎、你個係邊個咧？就係、周麗娟小姐，俾掌聲佢，掌聲啊！佢就係當年嘅貓頭鷹嘅主持節目嘅，多謝你。你專登為配合今日嘅即係招待會咧，佢著件衫都係貓頭鷹嘅色。著件衫啊，好古樂啊，黑住你啊！我哋咧細細個就講慣笑，係啦。你細個啫，都係37年前啫嘛。係啊，都係幾年前嘅事啦。都係幾年前，係啊。轉眼間時間過。好啦，咁啊，你係呢個華盛頓，你又即係話嗰時我追求你唔到啦，咁於是咧你嫁咗呢個華盛頓啊嘅一個你嘅親愛啊。咁今次咧係好榮幸咧，我得到你啊，真係好好。我覺得你就話。我話周麗娟或者係香港嘅朋友，有邊人可以喺呢個時間出現咧？咁佢第一個拍心口信，我嚟噶嘛，我近啊嘛，你近啫，你就算啊，你一定要沙達都唔會嚟噶啦，如果係唔嚟的話，係咪啊？係啊，你要到我一定到嘅，係咪啊？所以話點解要到咧？因為
我有一句好感動嘅説話，我將話俾你聽。真係你，你以前對我咁好，所以我一定留你。哇！呢句説話，俾啲掌聲周麗娟。係啊，我都唔記得咗以前我點樣鬧你，啊點樣對你好咧？你冇鬧過我喎。冇鬧過你咩？哇！俾你偏心啊，陳老師。我哋個靚女夠醒目啊嘛。你鬧到好多人㗎喎。因為我夠惡啊嘛。昨天我們呢就已經錄影了一些東西的，所以呢就說也都沒什麼機會給你，因為昨晚錄得好東西，所以呢不能夠 edit 了給你們，我本來想 edit 的，但是呢我們真的很多很榮幸得到周麗娟呢，周麗娟，我經常叫周麗娟，周麗娟上來和我們，我花名就叫周麗娟，是啊，我的別名就叫肥娟，是嗎？我其實呢，我想問一下你兩位，當年呢，其實呢，我記得呢，《貓雷英時間》和《偷夜歸人》呢，其實他們說呢，是一些旅遊節目啊，介紹一些美食啊，為什麼會被人ban啊？不是啊，我都說了，《偷夜歸人》去到麗的電視才被人ban的嘛。哦，因為呢，當年呢是挺出位的，我都打了個燈，因為那時候呢就從來都沒有你看的。有咩？有都有你唔係啊！話釘咗嗰個禮拜嗰個黑你嘅人有咩？第一日就有啦！你有冇搞錯？你有冇睇啊？我冇睇啊，因為我冇眼睇。真係大佬，我 set 咗一個哈魯夜歸人咁靚嘅一個名 ，OK 嚇，俾麗的電視釘咗，啊就結束。唔係，我哋咧嗰個節目咧就係點樣咧？因為你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就話俾個女仔咁樣咧著埋晚裝啊，揸支酒啊，揸杯酒咁喺度喺度傾偈喺度飲嘅。咁但係咧到講完一輪嘢之後咧，突然間有現舞跳嘅。喺度後面嗰度屏幕嗰度咧，有條沙遮住個女仔，即係全裸喺度唱跳現舞啊！我哋都呆曬。如果我係監製，我實 ban 嘅，我唔會做啲咁嘅事。但係即刻觀眾打電話嚟咯，嗰陣37年前真係幾大膽㗎。37年前係啊，當年阿盧遠主持咧，佢好中意嘅喎呢個環節。阿盧遠最喜歡阿盧遠，我早啊，我上兩個月見過佢，佢都仲係一啲都冇變嘅。咪就咯，嗱，就當時咧又介紹啲日本靚仔，譬如啊，剛才阿岑老師講過啦，又西城秀樹啊、澤田盈二啊。我嗰陣時就去到貓頭鷹時間健康嘅節目。係咯，其實呢個節目應該唔應該俾人 ban 嘅，因此咧，我哋呢度咧要多謝岑老師咧，將呢個節目咧喺多倫多再次重生復活啦。亦都係喺3月27號咧，復活節嗰日咧，我哋係開始啟播嘅嚇。記得咧，就每逢嘅星期日咧，同埋星期三晚啊，10點至11點鐘，我哋就會播出《妖狐花童》嘅時間嘅。因為以前叫《花童》嘅時間啊嘛，而家我哋唔係我哋 update 自己噶嘛，係叫妖加個妖字啦，係咯，妖字好啊，妖變咗新嘅 YouTube 係咪？又可以加 I 字咯。iPhone 係咪？梗係咁樣噶，係咪？係啊，好多 I 媽頭影唔得，我唔係媽嚟嘅 ，You 稱呼對方係媽頭影係嘛？咁呢個節目咧，共有幾多集啊？陳老師，居英唔係先嗱，居英文名咧就係叫 You Homecoming。就話愛回家嚟嘅，嗱我哋講咧，我哋一定咧，我哋知道咧就話，我哋將呢個節目咧係入得屋，我哋係全部係正能量嘅，係唔能夠有呢、這個有咩特別嘅唔能夠唔收睇嘅嘅項目裏邊，可以睇到咧，我哋一個介紹節目咧，又有教育啊，有呢、這個南北雙星道嘅嘢，係有呢個教法文嘅，亦都會將來咧我會咧講呢個懶音啊，黐脷筋啊，好多樣嘢嘅關注呢個廣東話嘅文化嘅，所以我哋係會係盡量能夠喺6月7月之前咧，我哋會係12集。好，12集大家希望咧就話能夠大家可以支持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繼續落去 ，OK？ 誒，岑老師啊，嗱，我哋嘅第一代主持人咧，阿周麗娟小姐咧要準備一啲嘢，咁啊，我哋喺度再次多謝周麗娟先。係，多謝你，多謝。咁佢話正對拍外影啊，櫻花好好，一定要揾佢啊，係啊。咁咧，好多謝大家咧，今日嚟支持我哋。除咗咧，我見到好多朋友嚟支持我哋咧，我哋仲有除咗呢個何議員之外咧，仲有陳議員。拍咗，我哋不如嚟啦，幫我投嗰三個先。Roll， 大聲啲 ，Louder，Roll。
冇錯啦，人人歡屋有限公司只得一間，如果揾人人歡屋要認清楚有限公司照幫啫嘛，呢啲要睇真字號啊，以後搬屋最緊要認清楚好字號人人咯。人人組織完善，人人字號老，人人通同埋參加呢個貓頭鷹時間同埋保和春天有個任務。咁我哋公司嘅話咧喺個加拿大嘅呢個珠寶嘅大公司。咁今年係啱啱三秒嘅10周年。十週年，咁我哋公司有新嘅材料啦，有9名啦，19K啦，跟住有5萬幾啦。